新假面骑士最终入场者特点限定20万套，从5月19日起开始派发，包括有新假面骑士卡片剧场版、福音战士合作版的5张合作插图，以及前田真弘设计的假面骑士、假面骑士第二号、假面骑士第零号的海报图像，合计8种图像共4张双面迷你海报作为套装发放。此外，迷你海报上还有着安野秀明监督为感谢到场观影的观众而亲笔写下的2部作品的标志。由新哥斯拉、新福音战士剧场版、新奥特曼、新假面骑士中登场的4位角色合体而成的机器人玩具新宇宙 Wobble 登场，悬高约240毫米，有着奥特曼的斯派修姆光线特效与哥斯拉贝奇的合体武器，以及福音战士的 AT 立场盾牌。为纪念商品发售，于新日本英雄宇宙的体验型活动新日本英雄娱乐世界的东京、京都、福冈3个会场进行期间限定特别展示，还公开了新宇宙 Wobble 的特别宣传影像。影像的导演为参与制作了超级战队系列、假面骑士系列等各种英雄作品的佛田洋，配乐为高桥洋子演唱的新日本英雄宇宙与万代南梦宫的合作宣传曲。此外还公开了佛田洋监督的留言。福音战士与潮流品牌 Nikon 合作详情公布，推出服装、生活杂货以及餐饮系列产品。合作服装包括有 T 恤、外套、卫衣以及运动衫。合作杂货包括有盲盒徽章、靠垫、冰箱贴、亚克力摆件、贴纸套装、纸胶带、玻璃杯、亚克力镜子挂件、年历、明信片套装、鼠标垫、小包、手提袋、发圈、臂套、盆帽、鸭舌帽以及城市限定使徒吉祥物优乐石头挂件。合作餐点包括有限定特饮、气泡咖啡以及面包，每下单一款餐点即可随机获赠合作纸杯垫一个，购买合作饮品即可获得合作纸杯套一个。在活动店铺购买合作服装或是合作周边，买200元可支付4元购买合作购物袋一个，购买即张之旅体验券可获得即张册，并在活动店铺内寻找主题印章。即张之旅特点为限定款大徽章。合作时间5月27日至7月9日，于上海、成都、南京以及重庆的 Nikon 店铺进行。预定6月16日发售的一番赏《福音战士：全力疾走》公开全奖品图像，先前已公开了 A 至 C 赏的初号机、二号机以及零号机手办图像，本次公开了 D 至 H 赏插画立牌、 A 赏色纸、 J 赏手巾以及 K 赏文件夹贴纸套装的图像。福音战士的电子竞技品牌 Evangelion E-Project 与游戏外设制造商 Answer 合作推出街机摇杆，外观以初号机为印象，使用了紫色与绿色的配色，顶部面板上有着咆哮着的初号机插图以及 Evangelion E-Project 与福音战士职业游戏战队 EVA E 的品牌标志。按钮可通过 LED 发光，无需工具便可打开设备顶板进行检修。内部空间附有用于连接游戏机的线缆、替换按钮以及 LED 板拆卸用螺丝刀。来自工作品牌 AT Field 与塑料制品制造商 JEJ R Stage 合作推出桶装工具箱，有初号机以及二号机2种款式，机体图案与品牌标志采用激光雕刻，在高强度使用后也不会脱落，盖上盖子后承重能力为150公斤，机可作为收纳箱，也可作为简易工作椅或是工作桌使用，耐热120度，耐冷-20度，可在各种环境下使用，盖子背面附有挂钩，可挂在桶身或是提手上。以上就是本次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有什么想法的话请留个评论，让我们下次再见。